贤王爷，曹大将军，你们宋国三番两次闯入我国馆驿，究竟意欲何为？贤王爷，这可是北戍馆驿。本王得到密报，说是有歹人闯入贵使的馆驿，为了贵使的安全，得罪了。贤王爷，宁。 王爷都查过了，一个不多，一个不少。也确定全都查过了？确定，王爷。以心副使，歹人狡诈，不知藏匿何处，你还得多多注意安全呐。本王缉拿凶手事急，先行告辞了。贤王爷，贤王爷，以心副使，歹人未曾捕获，以防万一。众将听令，把医馆给我围了，连个苍蝇都不要放进来。 以防歹人作乱，把我的大帐安在驿馆之外。本将军要亲自保护外使。六狐狸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人把陆范救走了。贤王爷和曹大将军在北戍人的驿馆搜查了一番，还是没有找到。陆范被人救走了？你们自己小心，我还要先回北斗寺，告辞。好。 多谢足下救命之恩嘛！你救我，应该是为了铜牌上的寄语吧？在这世上，应该只有我才知道寄语的内容了。为什么要对我下手？你行踪诡异，从来都不曾向我暴露真实身份。难道你是真心与我合作吗？老夫之志。 自然是在推背图上。我答应过你与北叔分享，你又何必知道我是谁？要推背图又有何用呢？这么说，是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。若我现在说出寄语来，你还肯与我合作吗？ 这是干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一个小小的禁制而已。哼！这什么禁制？你说的话，我现在不能全信。只要你说出寄语，与我共同参详。 我得到推背图之后，自然会解开你的禁制。如果你居心叵测，这个小小的禁制足以让你生不如死。谁知道你到时候会不会食言？你放心，我得到推背图，成就大事，自然离不开你北叔的支持，所以我不会伤害你。但愿你言而有信。 现在你可以说出寄语了吧？哼，我要先知道你的真实面目。不管陆范是谁救走的，寄语的秘密恐怕已经保不住了。我们参详了这么久都没有想明白，他们拿到寄语有什么用呢？你竟然想过啊！失敬啊，失敬！导流。好了。 王爷面前收敛点。哼，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万一北叔国内有能人异士，真的悟出了寄语的奥秘，找到了推背图，那就大事去矣。卑职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说，既然我们没办法参透这个寄语，为什么不让碧游宫的人帮忙协助呢？ 他们本来就是袁天罡和李淳风两位前辈的后人，这寄语本就是这二位所留。既然我们参不透，说不定他们可以。
开阳所言甚有道理。杜明，你明天就去鼓吹台，请帝陵子和玄玄子帮助参详祭语，务必要赶在陆犯前面找出推背图。遵命。